白色、黄色、粉色兰花摆好摆满，屏东家福中心展开兰花义卖。这些兰花都是由经营科隆国际生物科技公司的南高雄家福中心前主委吴文瑞所捐赠。家福以大株一株100元、小株三株200元的价格义卖。消息一公布，一早就吸引爱花人士来选购。我有介绍朋友来，然后刚好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康乃馨，可以送兰花给妈妈。对，可以。放在客厅里面啊，摆啊，然后就很漂亮，然后又可以放很久。看到那个花都很漂亮，因为现在兰花有些都是，就是科技公司它就是很多颜色都会有，然后看它泼出来的那个就会是很新鲜，对，很漂亮，所以刚好经过，所以就来了。买花又可以做公益，而我们自己也需要。买兰花不仅可以捡便宜，还能做公益，大家都挑得很开心。而除了天然颜色的蝴蝶兰，现场还有缤纷的染色兰花，提供民众更多的选择。前主委是他是特别的挑选给我们的，而且他都只要跟他说一句话，说我们需要义卖兰花，他就会送过来。所以我们很期待说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加入，买个高雅，买个幸福回家，然后祝福我们自己的家庭幸福，也同样的可以祝福我们家福受助的家庭幸福。家福表示，这次约义卖500株兰花，数量有限，售完为止。义卖所得将用于支持家福的扶幼基金，让更多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记者张如英、杨正义采访报道。